孟经理小姐，请。我听罗兄这意思，上面对咱们保密局也有些不满。幸亏这个烫手的山芋在中统那边，要在咱们这儿还真是麻烦。既然现在麻烦中统在扛，那罗兄又何必那么心烦？戴老板死后。 国民党无论是中统还是保密局，对共产党的情报的大不如前。反之，中共对于咱们的渗透是越来越严重。长此以往，党国的根基不保啊！我以为罗兄因为什么事儿烦心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就让手底下的兄弟抓紧对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侦破，不就完了？陈老弟。 对中共的作战会越来越激烈，只有在战场上解决共产党，才是委员长最想看到的。